巢湖市岐山水郡位于巢湖市居巢经济开发区，是巢湖市目前最大的安置点项目，总建筑面积约38.6万平方米，计划于2022年年底交付使用。由于工期紧张，对防水质量要求高，在地下室底板防水施工中采用了卓宝科技 S-CLF 二代中国红强力交叉层压膜自张防水剪裁，此款材料采用预铺反张工艺，对基层要求低，无敏水即可直接空铺，材料服贴性特别好，施工简单便捷。防水层完工后无需打保护层，后期直接绑扎钢筋浇筑混凝土即可满足一级防水要求。施工工艺上来讲吧，它对基层的要求是比较低的，很好的能够加快这个施工进度。从它的施工质量上来讲，我从现场施工的过程来讲，比那个传统的那些卷材质量要好，然后从施工的那个完成的那个外观效果上来看，整体红色是很漂亮的。从他们的服务上来讲吧，我感觉服务很好，出现的问题啊能够及时沟通及时解决。